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press conference of Zhang Zhizhen.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张志臻的赛后新闻发布会。We'll do English questions first, as usual, and then move to the native language. So first of all, congratulations, Zhizhen. You are the first Chinese player to win back-to-back matches at Rolex Shanghai Masters. Are you excited about your performance in front of your home crowd?Yes, of course,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I'm winning two match in front of Shanghai. I mean, like what I always say, before I had a zero win, zero set. So this time it's quite special for me. And today was pretty hard to win because Echeverri was giving a lot of toughness to me. And yeah, still, I'm super excited.Congratulations on the win. How do you think you turned it around today? Because first set I had only one break. I mean, he had only one break up. And on his service game, I couldn't make too many things because I feel my returning is something wrong. So in the second set and third set, I tried to change a little bit my position. And it works. So this has helped a lot.What are your thoughts ahead of that one? Well, also first time, I think we never played each other. And that's Sunday's problem. So at the moment, I just still want to enjoy a little bit. So I will leave it for tomorrow. And you've made more history for Chinese tennis here today. How much does that mean to you? Oh, history. Again, we have so many history can make because before we are...before we couldn't have too many good results. So, I mean, hopefully we can put more history on my career. And yeah, I mean, happy to do this part of the job. Thank you. Thanks.香港大公文会记者，首先恭喜你啊！然后上次来问你下一个小目标，你说希望我问第三个，我来问一下。但是刚刚主持人好像也抢了我的问题了，那我就问问看。那么对下一场来讲，你有什么样的这种准备的考虑，以及能不能评价一下今天对手的这个发球？下一场考虑暂时还没怎么想吧，我只是知道下一场是哪个戏嘛，然后我们也没有打过，然后现在不会去想，现在想的更多是如何去恢复，因为今天这场比赛其实打还蛮累的。然后对于今天对手来说，对面发球确实做得非常不错，给我造成很大困扰。好的是在二发这个环节，我在第二盘、第三盘有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站位，然后有抓到几个机会。其实他后面几个一发其实很有威胁，哪怕我领先，他都能靠发球给追回来，其实还是蛮困难的。我们很多人对你的印象，就是最初印象还是2015年的深圳公开赛，然后当时你只有18岁，然后现在你就是坐在这里有这么好的成绩，这么多的突破，就是如果往回看过去8年，你有什么感悟啊，或者是什么体会跟大家分享的吗？这个问题好长线。15年，如果要往回看的话，其实我的这一段旅程。可以说有好，也可以说有很多不好的情况，就是起起伏伏吧。因为我往年的单数年，就是奇数年，就是比如说今年，当单数年都打得还不错，我记得往年的2015、2017、2019都做得还不错。2021在疫情困难情况下也能出去打，也是有不错成绩。然后今年又2023又有不错成绩，所以对于我来说，单数年是还不错的一个年份，然后双数年就。很莫名其妙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然后当时的我可能记不太清，但是想了想吧，就是因为从现在去拿当时做比较的话，现在我可能是更成熟，然后更加自信吧。因为当时的
哪怕是站在比赛场上都其实很不自信，或者说去面对高水平选手去打其实还是有点怕怕的感觉，但现在并不会，现在更多的是想如何去可以赢下比赛。张真你好，体坛周报，我看今天 ATP 英文的推特推了你一个视频，上面用的文案是说你living the dream。你觉得从美网打败世界前五到奥运亚运金牌，再到现在这样的大师赛的突破，你有没有一种就是最近这一个半月生活在一种梦幻的感觉？不梦幻吧，还行吧，还在，不能说在我的预期之外，但也至少在预期之内吧，不是预期就只是这些，我感觉还是没有超乎我的意料之外，就是我感觉没有特别特别让我感觉突出的一个点吧。我感觉因为我现在可能是比较自信，所以说我是感觉就是自己发挥出自己该有水平，所以说一些比赛还是可以赢的，所以说这些成绩其实过程做好了之后结果就会来，包括这次亚运会其实还有很多好的选手没有来，或者说也有几个种子选手在我的半区里面又就是提前淘汰，所以说对我来说也有一部分运气存在。当然你在美网的成绩和现在的成绩都有运气，但好的是能抓住这些，就是等机会来的时候，好的是你抓住了它，这就是有了现在的这些成绩吧。你好，因为今天我们也在现场看了比赛，确实是打得非常有来有回，也非常就是非常焦灼，然后我们观众看的也很激动。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比赛中其实出现了好几个赛点，然后现场观众的反馈也很热烈。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接连面对赛点时你的心路历程，还有面对就是现场观众的欢呼啊，这些是如何在当时保持一个比较沉着稳定的状态的？你看到的沉着稳定，但我在其实场一点都不是这个样子。我其实也是今天最后一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但我能清楚地感觉到我自己的，我确实是有点紧张，包括我连续丢了三拍反手，前面两分的反手直线都是属于就是那种紧张过度，然后把打直线打丢的那种。但好的是现在学会了如何控制这一方面，如何在这方面去继续顶住这个压力，继续去以其他方式去得分，这就是从之前的失败里的经验里去吸取教训，然后去更好的学习，然后包括这次也其实最后一局也能让我学到很多。那这场比赛关注度也比较高，看的球迷也很多，我看他们的反馈比较集中在两个，一个就是你现在很敢打很自信，另外一个很多球迷都说感觉张志臻真的蜕变了，你觉得自己蜕变了吗？今天敢打可能只是因为战术方面安排，因为只是针对于他这个球员，所以说我需要去做更多的一些变动，让他就是看上去我要让他跑起来，所以说可能只是战术方面一个因素。但蜕变的话不能说蜕变了，只能说再进一步也在成熟，就是之前的过错有犯过的错，但现在有可能会犯，但尽量少犯，所以说我不知道这属不属于蜕变，我只能说这是慢慢一种进步吧。你后天会有跟辛娜的那个双打，然后你们现在那个有什么交流或训练之类，会对那天的比赛有什么准备？现在还没有准备吧，到现在我还没看到他我看到他一次在理疗室，但我没有进去打扰他，然后肯定是希望他能先专注于现在单打，因为毕竟我们两个都是单打选手，所以说也是希望他能专注于他的单打，也非常不容易能从北京然后赶过来再打第一轮，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等他应该是明天对不对，明天打完单打之后再有所沟通吧。网球拍记者，你好，张志臻。补充问一下关于辛娜的问题吧。你们是怎么搭上这个线的？决定要出战这场比赛的双打。然后他不是刚刚拿了上一站比赛冠军吗？而且还是赢得你的老朋友梅德韦杰夫。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那场比赛，你支持的是谁？谢谢。
那场球讲道理没有看因为我跟他认识很早很早就认识了，一七年我去那个意大利网校训练的时候我就有认识他，因为他当时也在那边训练嘛，然后我们之前也有配过双打，只不过是在希望赛里边配的双打，现在能有机会在大师赛里边配其实也是更加不错的吧，所以说对这次双打其实还是抱有一丝丝期待，稍微回顾一下自己的往年吧，就像前面刚刚有个问题问的，就是怎么看自己之前，我们现在两个人也是处在不一样的位置，所以说，哎，应该是蛮有趣的这场双打，我希望有趣吧。哎，今天那个 ATP 公布了那个联合杯的那个赛程，就明年会有18支队伍能够入围。看起来中国队还是蛮有希望的，如果能够入围你会参加吗？如果能参加的话有什么期待吗？如果入围肯定会参加，但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截止排名在我有看到是截止在下周一17号对不对，所以说对于女的来说提升排名可能蛮困难，毕竟二三十在提蛮难，但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机会的，所以说我会努力，然后有机会肯定会参加。我们去年也不是去年，就今年的那个 United Cup 第一年已经是有尝试，但是很可惜就是替补第一的位置，所以说希望明年能参加到吧。谢谢。